只可是全部都是蛋，一只就120了。来两只给你，来三只给你，360对不对？来细胶哩，赶快内撒撒吹吹做一只。来我教你来，麦光美丽500，那我哩开400，后来300块80来切有没有？乌龙，这不是300起啊？乌龙面，这不是金门起啊？羊肉丸，这是啊、哦，外国这样大概一个礼拜的量，这样大概一个礼拜的量，这不可能在这边出现来。今天也让你们吃好一点。每五百，一个人可以来300，或者80来些，有没有位置？六只了呢，六只300很便宜呢，来，不然老板不在了，来七只给你，300块，阿哥我还没订单，阿不八只给你，300块，300块，80来些，拢准备来啊，来一个客人吃来，通通给你了，来300块，都每五百来，80来些，通通给了哈，现在还不会吃蓝蟹了哈，来好，谢谢你，后边这位一楼。就位先进啊！今麦吼阿伯实在人家一种其他的物件蛮少花呗。来来来来来，托特会使，来土托鱼来。有没有要吃土托鱼的？鱼皮，我要对生鱼皮啊！你讲这个入100箱去啊！来，有要吃托特白肉的哦，水当当，一片就160了。来，两碟爱三了。不要开玩笑啊！现在土托鱼超贵了。而且我的是厚的哦，不是薄的哦。来，要吃的三碟麦公美丽老板，宝箱，麦公美丽，我来500块，就头一个人给爱吃多多的，赶紧。来500块交了。中华普通也不便宜啊，我今天让你们吃到谢了。我是真的觉得蛮好吃的，来了，我进来掏给我弟，我觉得他们的东西真的还蛮好吃的。来，多多500块，500块，4片还不会买哦，不然5片给你好不好？来，500块，刚才买鳕鱼的土托鱼也不错哦，还在考虑哦。好，给你来啊！生意你好，已经5碟啊，你啊无6碟哦，你来，你3个买得，托托，可能1碟全部100块，来500块，只有这位小姐要吃啊，来500块，啊恁村内拢唔知啥物叫托托哦，已经当我无食到托托对无？来啦，规矩安尼啦，我恁食到一礼拜，来500块来啦，7碟500，7碟啦，我恁食一礼拜来，500块来，最后两位土托鱼通通买到了哈，好，谢谢。那个黑胡椒乌龙面，你们如果喜欢，就赶快动手了。听说是早餐的早餐店在用的。来，三公分甲鱼呢？是有你呀！想要跟他拿一不用买1800了，一条鱼能得爱美丽200几块。来来来，这不是鱼蛋，不然什么叫做鱼卵？来，要吃开1800的，来500块得，500块来，500块有人要吃鱼卵无？500。黄金蛋呐。黄金那个叫黄金鱼蛋，这个叫鱼卵，差很多呢，妹妹。这两个送你，来500块，一个买了鱼卵，拢准备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今仔有鱼卵啦，而且都大条的哈。哦，来，阿虎啊，这条给你看，这条给你看。这条我看熟吗？这熟悉的，不是给你看啊，大件啊，大件啊，来，专业的好不？来。啊、大哥，你要鱼卵？这个鱼卵 看一下。我安尼爱闭呢，我安面叫拢爱闭起，大哥甲看下。好来，一条客来，一条人个啊。一条人要打。一条人个啊。来，我耳力多些。一条上大条的老大哥啊。一条穿真的200多块呢，你能进门上呢？来，大伯爱三公哦，吼，平安的大哥喜欢吃什么？要跟我们讲一下。来，挪威的金鱼片有睡吗？你先带两万来，他就会上场。超漂亮！你要知道先后顺序。你要先带两万来，他就会上场。你不是要等他上场带两万？来五条你来，顺序不一样。来200块完了，就姐妹来挪威金鱼片，你要全秀出来。哇，现在金鱼片女生才会对你好，200块还没有人会吃来，再送你一片出来。他就说又片给你，用煎的用烤的，这是国宴的，非常好吃。200块，就前面的六片200。乌龙面昨天有吃，很好吃哦，真的。不然再一片给你，来切的。黑胡椒乌龙面很好吃，已经有人说了，它有蘑菇跟黑胡椒，有蘑菇跟黑胡椒两种口味。来，今天来200块来，没有，今天只有黑胡椒。来200块来，对，黑胡椒对。来200块来，这得够你了。今天蘑菇哎呀，七得蘑菇，明天哎又拜拜拜好啊。来200块，200块，你讲细声，有你语气较好，要不？来6碟7碟哦，你来200块，还有人无买到挪威金鱼片无？7片哦，一片不到30块哦，喜欢的赶快。